一到五节杜云测评，这是粉丝拿三连留言墙看的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下期测评哪个植物。测试不易，希望能点赞三连鼓励一下。我们直接开始，规则拿蒸汽21困难来测试。一到五节都是一样的阵容，都是零挂件零家族，因为详细解读有植物大讲堂系列做过，所以这个系列更偏向于实战测评。首先是一节攻击方式，如果僵尸出现在杜云投手前三格外时，杜云投手会以约 2.4 秒每次的频率原地不动的投出羽毛球子弹，打中僵尸后可以弹射一次。如果僵尸进入杜云投手前方三格，杜云投手会原地跳起来用羽毛球扣杀僵尸，他的扣杀可以秒杀生命值低于总生命值的40%的僵尸。他的技术攻击为投掷100每发，扣杀120每发。说实话虽然失败了，但是一阶的他已经非常不错了，只损失了一个杜云就把巨人矿工给击杀了。如果你的杜云是一阶就扣一，零阶就扣零。然后是两阶攻击力上升特性，杜云投手扣杀的触发范围增加一格，也就是变成了前方四格开始触发扣杀效果。两阶的他也非常不错，居然把蒸汽21困难所有的敌人都给击杀了，只剩下一个巨人存活。如果你的杜云是两阶就扣二。接着是三阶攻击力再次上升特性，扣杀的攻击范围从一个僵尸变成单格僵尸，也就是从单体变成群体，可以说这植物一阶就能搭配药师快速干掉十阶僵尸。三阶就是直接自变，可以干掉一群十阶僵尸，自变的杜云很恐怖啊，直接就无伤通关了蒸汽21。如果你的杜云是三阶就扣三。到了四阶攻击力再次上升，重置时有50%的概率释放大招，大招比较鸡肋就不多说了。四阶的他通关更快了，巨人也无法走到第五格就全被消灭。如果你的杜云是四阶就扣四。最后是五阶攻击力再次上升，达到顶峰，分别是300每发和360每发。五阶特性扣杀时可以秒杀生命值低于总生命值50%的僵尸，也就是增加了10%，这对于天空无尽来说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提升。面对满级的杜英，僵尸压根走不到第四列瓷砖，就会被无情的扣杀将头落地。如果你的杜英是五阶就扣五。总结，不低的攻击力和斩杀模式使他的推光越界能力非常不错，特别是搭配药师可以说是天空无尽最佳搭档，还能让巨人不丢小鬼简直无敌。反正就是一阶能用，三阶开始自变群攻，五阶就是逆天。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点赞关注评论。